好，我们大家先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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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我们看一下课本，第十五页啊，讲到第十个啊，他说到啊，这里说到这个说啊，说般若蜜啊的第十个原因。啊，主要是因为这里要说明啊，佛跟一般的人不太一样啊，那可以说跟所有的人都不一样啊。那么即使是啊菩萨阿罗汉，所以他这里讲啊，一般的人认为啊，那么佛其实跟这个世间的人其实是一样的啊。所以有这个生死啊，饥渴寒热老病死苦这一些啊，有老病苦这一些啊。那么这里说佛啊，为了说明啊，其实佛跟一般的众生不一样啊，所以就说这个般若。那么这里其实在说明所谓法身跟色身的不同概念啊，大乘佛法那么特别强调所谓这个佛身的法身的这一部分啊，那所以他这里说到啊，他说这个一切天人啊，那么没有办法见到佛的这个身。那这里说如记说啊，诸法实相中，诸梵天王等一切天地主迷惑不能了。啊，那此法甚深妙，无能测量者。佛出悉开解，其名如日照。好，那么这个跟下面那一个啊是连接在一起的啊。他说啊，这有一大段文啊，那我们来看这一段文比较多，第十个这里比较多啊。我们先讲这个好了啊。那这里说到欲思量我身，寻救我，欲思量我身，寻救我身，不能测度，况我智慧三昧啊。这个还要跟下面的一起看才会比较知道啊。那但是我们啊，先把这一段说了啊。他说这个佛陀的身啊，身长啊，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说一般来讲啊，佛身啊，大乘里面讲到佛有两种身啊，就是生死肉身跟法性身啊，基本上是讲这两种。那后来有所谓的三身四身啊，那主要大乘是讲生死肉身跟法性身，那法性身跟变化身是一样的。啊，但是后来就有所谓的啊法身、报身、化身啊，就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好，那关于佛的身长大概有多高啊？那一般来讲是说丈六。那丈六身到底多高呢？啊，历来说的不太一样，就是这个长度到底多长？啊，从200公分到300公分啊，300多公分都有啊。那一般来讲啊，一般来讲，如果有人研究的话，大概就是有，甚至有说到4.8米的啊，有那么高啊。其实这个也太变成巨人了啊。那一般来讲，我们是不太可能的啊。
那也有人研究，大概就是说可能有2.7米啊，就200多公分了，270公分，那也很长啊。那么现在最高的人大概如果有250公分，大概就很长了。那一般来说啦，各个经论里面大概都知道，佛的身高大是一般人印度人的2倍啊，就佛的身高大概一般人的2倍。那么这种比例在其他的大圣经典里面也可以看得到啊，比如说弥勒佛再来的时候，那么天人的身高啊跟弥勒佛的身高大概就是弥勒佛的身高就是那些天人菩萨的身高的2倍长。那么他方国土有些也是这样，大概就是佛的身高是一般人的2倍。那如果我们说2倍也很高了啊，如果说一般人有160公分来讲，那佛的身高基本上就有300多公分了啊。那通常都是2倍长了啊，2倍长。但实际上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佛到底有多高啊，但是根据记载了啊，是一般人的2倍长啊。那我们如果课时讲一下了，大概就是佛可能200多公分啊，就是说那这样已经算很高了啊，200多公分已经非常高了啊，可能240、230啊。那丈六啊，那一般人就是6尺就很高了啊，然后8尺，那8尺最高的8尺的1倍啊，就变成丈六了啊。那佛的身，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讲到《大唐西域记》啊，他说这个是玄奘啊去印度的时候啊，我们可以看一下玄奘去印度的时候，那么经过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藏林啊，叫做藏林啊，这个是印度的传说，然后等一下我们再来看经典的记载啊。那他讲到啊，就《大唐西域记》啊，玄奘去印度。啊，那么写下来的啊，这整路上的经历，那后来变成历史上啊一个很重要的，因为他写得很刻实啊，走多久看到什么啊，都记载得很详实。他说鸡足山啊，鸡足山是印度的鸡足山啊，不是云南的鸡足山哦啊，印度的鸡足山东北啊，走100多公里啊，那么这有一个山叫做佛陀伐那山。在这个山的空谷中啊，山谷里面，再往东啊，走30余里，就到一个地方叫做藏林。那么传说啊，这个是玄奘记载的那个传说。传说这个藏林为什么叫藏林呢？他说有婆罗门啊，有一个婆罗门听到释迦佛的身长啊，身高有丈六。那我们说丈六到底多高？其实现在不太知道啊。那一般来讲是超过200公分了啊。那么以丈六的竹杖，所以他就拿了一根竹子啊，大概有丈六高啊，那么要去量佛的身体啊。那这个但是怎么量啊都不够，那个丈六的竹子都不够长，他说粗过丈六，都就是佛的身体怎么量都超过那一根竹子啊啊，就是他拿丈六的，听说佛身高有丈六嘛，所以他就拿那个竹子，一根丈六长的竹子要去量佛的身高啊，然后结果那个竹子不够长啊，然后他又拿一个更长的来，比原来那根更长，又量又不够长啊，都量不到了啊。然后他这样量了很多次啊，都没有办法啊，所以他后来很生气，就把那个竹子丢掉啊。然后后来那里就长成啊，这个应该也是传说了，但是这种传说可以见佛的身高蛮高的。那后来有所谓的无间顶相啊，这个我们在后面再来讲啊。那么遂投藏而去，因植根焉，遂成藏林。这个在经典里面也有记载啊，说这个是《大唐西域记》记载的了，传说了。啊，经典里面也有记载啊，记载说这个有一个婆罗门啊。这个是律典里面记载的，根有律，根有律要事啊，说一切有不根有律，根有律的要事卷九啊，这个我们把它擦掉了。根有律的要事卷九也记载啊，说有一个婆罗门，这两个故事可以放在一起看。根有律就是根本说一切有不律啊，毗那也，根有律，我们简称叫根有律了。
想说根本说一切有不比那也、啊、太多了、啊、我们接着根有力、啊、要是、啊、有关于要的、啊、卷九，太阳是卷九，他讲到有一个婆罗门，有一个婆罗门、啊、听说佛长得很庄严，他就觉得佛再怎么庄严也没有我庄严、啊、结果他就去看、啊、佛真的比他庄严，然后他又觉得那佛虽然比我庄严，但是不可能比我高，他可能长得也蛮高的、啊、所以他就去跟佛比高、啊、结果、啊、那么怎么样都看不见佛有多高，所以他就站到那个楼上去看佛，还是比他高，即使他站到楼上佛还是比他高，后来他就爬到山上去、啊、不是，就是站到更高了，他站得更高，他都没有，他都要去比佛高都比不到，那佛就跟他讲，你就是站到须弥山上你也看不到我，就是我比你矮，就是你也看你还是会看到我比你高啊。你想就一般叫做有时候叫做无见顶啊，但无见顶又有另外一种说法啊，但是这个就是说你也不能看到我的顶相啊，就是你就因为这样他就会觉得他比他高，但是怎么看佛都比他高啊。然后他就说啊，这个是在律典里面有的，刚才那个是玄奘听传说的啊，《大唐西域记》，那这两个可能也有一点点，不知道有没有关联啊。但是就是有这样的传说，说佛的身相，一般我们这里讲的是法身不能见，不能量，但是现在是连这个色身，连这个色身，你也没有办法啊，因为般若波罗蜜主要是讲法身，般若波罗蜜主要是讲法身。那么现在是连这个色身你也没有办法去测量它啊！现在是讲这样啊，那这个佛就跟他讲，你就站到须弥山，须弥山是这个世界最高的山了、啊，你就是站到须弥山上哦，你也没有办法啊看见，就是啊这个我的顶相啊，那就讲也记载了这件事啊，也记载了这一件事，那这个。后来佛就跟他讲啊，你们家祭火的那个石柱，那个柱子啊，旃檀牛头旃檀柱，你去挖出来，你就知道我有多高啊。但是这里面也没有记载他到底挖出来是多高啊，也没有这么也没有讲了啊，大概有这件事了。好，那所以他这里说啊，说欲思量我身，寻究我身啊，不能测度。况我智慧三昧，好，这个寻究我身啊，没有，先想思量我身，寻究我身，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啊，因为它跟后面的也一样啊，因为我们这个等一下来讲好了啊，先讲啊下面的，等一下寻究我身再来讲。他说：又佛又如佛初转法轮，应时菩萨从他方来欲量佛身。好，那么这个跟那个思量我身是一样的。那么上过虚空无量佛刹，至啊，这里有讲至花上佛，花上佛就是花上如来啊，就莲花上如来了啊。我们看一下这个里面讲的，这个是在记载哪里？《大宝积经》卷十，卷十有一个哦，《密集金刚力士会》，这个是另外一本经，这个是另外一本经，叫《密集金刚力士会》。那金刚是密集金刚，它是一个药叉来的。那在密教里面算是比较重要的，那么金刚力士，那么他是药叉，药叉大将啊，十二药叉啊一样啊，密集金刚的金刚力士会，他这里面讲到啊，后面也有说啊，佛如来的身与意密啊，那特里面就记载到啊，他先我们想讲这个，先跟这个经典对照来看啊，你就会比较知道，他这里是讲啊，他说佛初转法轮时啊，这里面记载主要两件事啊，等一下我们再写在那里啊，就是一个就是佛的身体，一个就是佛的声音。那佛的身体这一部分是啊，就是如来啊，在波罗奈啊鹿野苑这个地方转法轮，就是初转法轮的时候，这此程道不远啊，所以他这里讲这个佛初转法轮时，应时菩萨从他方来。好，这里的应时菩萨。啊，从他方来啊，那么这里分两部经来说啊，挂号的是
如来不思议秘密大圣经，挂号的是如来不思议秘密大圣经。他说有这个应慈菩萨，但是这里翻译的是写应时菩萨啊，其实翻译的不一样。那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应时菩萨，在这个，因为他这里是引，这里是引这部经的《如来不思议秘密大圣经》，那大智度论把它叫做《密基经》或是《密基金刚经》，大智度论引用的时候称它叫做《密基经》啊，就《密基金刚经》了啊。那基本上就是《大宝积经》的卷十的《密基金刚力士会》，金刚力士会，然后《如来不思议秘密大圣》，这个是它的翻译啊，就是另外一本经啊，这个是放在大宝积经里面的。好，那这里是讲到啊，他到哪里呢？都是到，不是这个应慈菩萨，应慈菩萨他是从哪里来呢？从东方施夷发佛土来啊，就是施夷发佛，这个佛叫做施夷发啊，然后世界叫做怀调世界，像我们这个世界叫做娑婆世界，佛叫做释迦文佛。啊，类似像这样，就释迦文佛土的娑婆世界啊。那么有一个从东方施夷发佛土啊，佛国土，就施夷发佛的怀调世界来的应慈菩萨啊。那大智度论把它叫做应时啊，应时，这个是翻译的问题了啊。那如来不思议秘密大圣经，他说占婆迦花色啊，就施夷发。那如幻世界调烟果，他说是如幻世界的调烟果啊。那这里是写怀调世界，他是译作风慈菩萨啊，所以这个我们稍微知道一下啊。他说那欲度之如来圣现，到底如来有多高，可以在哪远都可以看到如来这样啊。那么所以他就往上啊，我们对照这个，所以他说自花上世界见佛身如故。好，他是从怀调世界来，他是从怀调世界来啊。那么去哪里啊？上方去此百亿恒河沙国土，自莲花上如来啊。这个挂号的是这个不思议经的啊，不思议秘密大圣经的。他这样写吉祥藏王如来啊，他说自莲花上如来。那这里是解花上佛啊，花上佛就是莲花上如来了。啊，这个花是莲花啊，那么又见佛身如故啊。那么他说到哪里？到莲花眼世界啊。同时他这里写大莲花世界，就是秘密大圣经 啊。我们把它对照来看啊。那所以大智度论啊的翻译比较接近这个大宝积经的啊。然后但是他这里写应慈菩萨啊，莲花上世界啊。所以啊，他讲到怎么样啊，已经到那么远了，到那么远的都没有办法看到释迦佛的佛顶啊，就是最高了，最高到哪里？已经到那里还看得到啊？这个是有关于佛身的部分。那佛的声音这一部分啊，他也有记载啊，他有记载，我们写在这里。这个是关于佛身的啊，思量我身啊，寻救我身啊。这个是有关于他思量我身的部分啊，我们写思量我身的部分。另外一个是寻救我身的部分，声音的部分。好，那这里啊也是一样啊，在这个大宝积经啊，这个密基金刚力士会里面，或是在秘密大圣经里面啊，就是密基经里面，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这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在鹿野苑啊，如来在鹿野苑，这是第二个啊，如来在这个灵鹫山啊，他说如来在灵鹫山啊，灵鹫山也是叫王舍城。那么讲一部经啊，这里它叫做净音场经啊，说净音场法门，这个净音场啊不知道在说什么啊。但是另外一部经啊，就是秘密大圣经，我们就讲秘密大圣经里面，他说的是所谓的音声轮清净法门啊。啊，这里大概是卷六到卷十，这里是卷六啊，音声轮清净法门啊，这是讲
讲这部经啊。好，那么就是如来在灵鹫山说这个说这部经啊，那讲到声音这种概念啊，这个时候啊，这里是应慈菩萨，这里是大目犍连，这个时候大目犍连，大目犍连欲视之如来应想所测远近，想要知道佛说法的声音可以传多远，欲视之如来应想，就声音然后发出来接着的叫做想，如来应想所测远近，就是如来的声音可以传多远，测就是通测到达了所测远近简单讲就是我想知道如来的声音可以传多远所以就他先第一个所以他先先到须弥山顶须弥山须弥山顶这个世界最高的第一个先至须弥山顶，听听看还听得到听不到。那么王舍城通常是这样，王舍城在迦毗罗卫国附近而已不远。那迦毗罗卫国基本上就是我们讲的尼泊尔那它也是在须弥山，就是我们不是说须弥山，喜马拉雅山其实但是喜马拉雅山基本上应该就是须弥山。就在喜马拉雅山下而已那要上去当然一般人上不去了那用神通力基本上是可以的现在要爬到喜马拉雅山的最高峰是圣母峰好像8800多公尺的样子不知道是不是8848还是什么我忘记了好像8000多公尺那么是最高的那就是说那 到上面还听得到听不到就第一个先到须弥山顶那还听得到而且就好像在对面天一样而已就像佛在那边说话我在那边听到我到须弥山顶还听得到然后第二个又到哪里呢第二个到哪里就叫大千世界的边三千大千世界边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这个大家也可以回去看就这个看一下它的原文就我们简单讲三千大千世界的最边因为一般世界的边都是铁围山铁围山的山顶当大千世界边最旁边那大千世界大概是我们说我们的恒河系恒河系的最旁边的那个世界的铁围山就最边边的大千世界边铁围山就铁围山顶在铁围山顶写一下好了意思就是这个大千世界的最边的然后最高的山上然后也还是听如来的声音都一样他说这样听如来的声音如故变异如近不远就好像原来听的一样如故无异都没有差别也没有比较小声就好像你在前面听一样所以他干脆用神通力但是他的神通力没有办法跑那么远结果佛知道就故意让他的神通加倍可以跑到最远过了刚这里讲到过百亿这里这个菩萨是过百亿恒河沙国土那这个是阿罗汉而已所以他如来加持他过西方这个是往这个是东方来的他往上方去看佛的身相这里是大目犍连那么往西方过99恒河沙佛国土过西方结果他就过西方99恒河沙佛国土这个是百亿就是恒河沙那基本上就是菩萨的境界跟阿罗汉的境界不太一样但是他也是佛加持才有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这个是一般大圣的概念过西方99恒河沙是佛国土佛国土
然后想要再听佛，这个佛国土是什么世界呢？这个佛国土是叫做光明房世界，光明房。那我们说过，另外一本经叫做《光明床》，它的翻译的问题了，就这个不一样啊，《光明床》就是光明方世界，光明方世界有一个佛叫做光明王如来，光明王如来，光明方世界的光明王如来。这我们是娑婆世界的释迦佛如来不一样，释迦如来，这是光明方世界的光明王如来。到这个佛那个地方那到这个佛的地方，那个佛的身长你看那个菩萨的世界，他说佛身长有四十里佛身长四十里。那一般来说，就是佛的身高基本上就是一般人的两倍，所以他的菩萨身长二十里你看这里也是一样，就是佛的身高是一般人的两倍了。这个在很多经典大概都这么记载如果你们自己看的话，菩萨的身长二十里那讲到弥勒佛再来说也是一样二十里，那二十里很大了那他说他的波就有一里波也很大。那这个目犍连我们就写到这里去了，后面就讲起来那目犍连飞到那个世界的时候，只能站在那个波的波沿上那看起来就像一条小虫。那些菩萨忽然间看到这个佛的这个波上有在这个波里，波上面有一个会动的东西，他们就问这个佛，为什么这个波上会有一条虫？那个虫是从哪里来的？他说他不是一条虫，他是过这个东方百亿恒河沙就是九十九恒河沙，有一个释迦文佛神通第一的弟子叫做大目犍连。那他为什么来这里他想要知道佛的声音可以传多远所以他就用神通力飞到了这里。结果这个目犍连就在那边听佛的声音一样如故无异，如近不远，还是一样，跟他在前面听的时候一样，跟他在须弥山顶听的时候一样，跟他在铁围山大千世界边铁围山顶听的还是一样，完全一样所以他基本上就觉得这个佛的声音没有办法测量。那个光明王如来就跟他讲，你不要想要测量佛的声音这不是他的境界然后现在，但是他已经飞太远了，不知道他在哪里，所以他就问这个光明王如来，那我现在是在哪里你现在在你家你家往东九十九恒河沙国土，他回不去，目犍连神通第一回不去，他来是因为释迦佛的神通力让他过来的须弥山顶跟大千世界边，那是他自己的神通力，但是他只能到这里那他要过九十九恒河沙佛国土，他自己来不了，所以他是其实是释迦佛为了让他明白这个道理，让他用他的神通力让他飞到那么远的佛国土所以他知道他回不去，不知道怎么回去他就问那个光明王如来，为什么我回不去？他说你的神通力没有办法。他说那我要怎么回去？他说你要向东方释迦佛顶礼然后说你想回去，那佛就会让你回去了所以他就开始那顶礼这释迦佛他也忏悔说他想要测知佛的这个声音，结果他一念那没多久就回去了回到去了就讲这个所以这个就是要寻救我身这一部分。那龙树菩萨这个都是引这个密集经的那密集经我们说在大宝积经里面它是金刚力士会这个有时候叫做金刚赞菩萨，有时候叫金刚萨埵密教里面基本上是这样子的，但是如来不思议秘密大圣经好，那这个都是在说这个欲寻量我身，欲寻救我身，欲思量我身
那这个还是色身的部分而已、哦、这个是色身的部分哦，还有法身的部分、啊、那么最主要是在讲法身、啊、其实最主要讲法身。好，我们再来看这个课本啊，所以往上看啊，就思量我身，寻求我身，不能测度啊，况我智慧三昧啊，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写。那么，所以他这里讲啊，如记说，诸法实相中，诸放天王等一切天地主迷惑不能了啊，其实就是一切众生中，其实他最后还是讲到诸法的实相啊，其实他说佛的这个色身，佛的这个身相是。他基本上是依法成，就是他解悟，他觉悟这个真理啊，基本上还是在讲这个色法身的啊。所以他说，你连佛的这个可以看得见的、听得到的声相跟这个声音，你都没有办法真正去测量，何况是看不到的智慧三昧。好，那这里就要说到。这个一样是这一部经里面啊，他讲的啊，他讲的一些概念啊，这个是好，我们把这个，因为这个这里的文基本上是依这一部经里面的这个东西说的，那两个都合起来看，好，我们看，那后面有讲到啊，光明无量，音响亦复无量。戒定慧等诸佛功德悉皆无量，如密集经中啊，这个要翻到十六页来看了 啊，我们要合起来看才比较清楚啊。所以他后面啊，这个讲完啊，下面有一个记啊，这等一下我们再说。然后后面我们翻过来啊，如佛身无量啊，他只是讲到佛身而已，光明音响亦复无量，戒定慧等诸佛功德悉皆无量。后面这整个都是依密集经啊，都是依密集经啊，他是写这个旁的记啊，一样。啊，他是写《印密集经》的。好，那我们把《密集经》里面的记啊，然后也写出来啊，那么大家就会比较清楚。龙树基本上是依这一本经啊来讲这一点的。我们写一下，他说啊，我们把他写的蛮长的，但是我们把它里面跟这个有关的，跟龙树的大智论里面引有关的写出来就好啊，还是蛮多的啊。他说：“如其虚空广大故，佛功德具亦复然。功德具一般啊，如果声闻里面来讲啊，就是所谓的戒定慧解脱，解脱之间啊，那佛当然就更多了啊。实力是无所谓，十八不共法啊，三不护啊，这种啊，佛功德具亦复然，为戒定慧解脱门。”即彼解脱之见等啊，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这是最早的所谓法身的概念，叫做五分法身啊，即解脱之见等。啊，就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这是一般最早说的五分法身啊，功德具啊，功德法身啊，戒定慧解脱跟解脱之见。然后这里就讲啊，如佛啊，不是如其虚空无分量啊，它是分几段来说明如其虚空啊，就是不可以测度、不可思议的啊，无分量，你不能够去测量它啊，佛色相等亦复然。佛的色相也是这样，你也就好像你不能量虚空一样，你没有办法去测量佛的相。顶相高广不能观啊，我们等一下再来讲这个无见顶相这个概念。无限顶相到底是什么？啊，顶相高广不能观，佛身啊，与彼虚空皆无异啊，就好像虚空你没有办法知道
虚空到底多高一样啊，你比虚空界无异。然后一样啊，如其虚空广大故。它是一层一层的来说了啊，佛身广大亦复然。这里是讲佛的色相啊，这里是讲佛身啊，由身广大量无边。光明广大亦如是啊，这里讲到光明，所以他我们看到十六页啊，这里有所谓的佛身无量光明音响啊啊，那等一下再回去看啊，先就是先看到这边啊，光明广大亦如是。尤其光明广大故啊，所以语密广大亦复然啊，就讲到身口意啊，语密广大亦复然。语密广大量无边，心密广大亦如是。这个就是它的主题啊，身语意密。心密广大。然后尤其心密广大故，佛慈广大亦复然。佛慈广大量无边，佛智广大亦如是，啊，这佛的大慈悲大智慧。量无边就是不可测量啊，佛智广大亦如是。好，啊，就到这里。好，那我们可以来稍微看一下啊，先来看经文啊，先来看课本。好，我们再翻回来啊，这个十五页啊啊，因为它这里是要连着一起讲的啊，所以我们先来看这个十五页啊啊。他说：“欲思量我身，寻究我身啊。”这我们上课讲过了啊，就是应慈菩萨跟这个大目犍连啊，一个要量佛的身体，大概有。到什么样还看得见，都可以多高了哈，多广。那一个要量佛的声音可以传多远啊，那么都没有办法啊。这个是出自在《密集经》里面的啊，就应慈菩萨啊，这里是写应慈菩萨啊，跟这个大目犍连啊，那么何况智慧三昧啊，那么其他的啊，就等一下我们再来讲。那么他说，所以啊，那么凡夫没有办法啊了解诸法实相。啊，那诸法实相当然是这个圣者才有办法啊。那圣者就近了知的，就佛才能就近了知，唯佛与佛乃能就近了知啊，就是圆满彻底的知道，这个是只有佛才有啊。所以他说，诸法实相中，诸梵天王等一切天地主迷惑不能了，这个是指凡夫的部分啊。但是圣者他还也能够知道诸法实相一分两分，但是圆满知道的只有佛啊。但是完全不知道诸法实相的就是凡夫，那梵天王等啊，
那当然这是从一般来说。那如果说像大圣经典里面 很多都说啊，这个天王啊、梵王啊，这个都是菩萨第几第几地的菩萨，那就又另当别论啊。所以他说这个实相法没有办法量，所以真正不可测量的是法身，不是色身。但是这里的概念是佛的色身，佛的色身是由佛之所以成佛，是由他见诸法实相而成的。那因为佛的法身不可量，所以变成色身也没有办法测量啊。那佛出悉开解啊，其名如日照。那佛出现在这个世间，跟大家说诸法实相是什么啊？这个就是《法华经》，如来之所以出现一次，为令众生开佛之见，是佛之见，开示佛所知所见，就是什么实相，诸法实相嘛，啊，这个就是《法华经》里面说的。好，所以这里说到啊，佛出悉开解啊，开示悟入，开示佛所知所见，就是开示诸法实相，让众生也可以悟入诸法实相啊，即是这样，其名如日照啊，能够啊明白了解啊，就好像太阳啊出现啊，就《金刚经》讲的。啊，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见种种色，啊，那么佛啊，像太阳一样，那么跟你开示这个诸法实相，众生，那么有智慧，那么就能够理解，啊，就好像啊，太阳光底下可以看见种种的东西一样，啊，可以见诸法实相，在佛的开示下，可以悟入诸法实相，啊，在讲这样的道理，所以他说诸法实相，此法甚深妙，无人测量者。啊，佛出悉开解，其名如日照。好，那底下就是引啊，刚才我们说过的啊，初转法轮应时菩萨啊。好，那到莲花上世界，莲花上如来佛世界啊。好，那么底下个记啊，我们说一下啊。他说虚空无有边，佛功德一耳啊。那这个就跟这个记差不多一样啊。色欲量其身啊。色欲量其身，唐劳不能尽，啊，就是唐劳不能尽，就是枉费心力了，徒劳无功了，啊，就是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真正测量佛所说，啊，所以他说虚空无有边，佛功德一耳，很明显的就是啊，那个密集经啊，它是在卷六啊，卷六啊，密集经卷六啊，密集经是这个大智度论的说法了啊。那一般来讲就是如来不思议秘密大圣经啊，或是金刚是如来位啊，那我们就用大智论的说法啊，我们知道这个是在讲这部经啊，密集经卷六啊，就是如来不思议秘密大圣经了。好，如其虚空广大故，佛功德具亦复然啊。那么很明显的就是这一句啊，就龙树之引用这个那。鸠摩罗什翻译啊的，就是是这样翻的啊。那这个密集就是如来不思议秘密大圣经是维净翻译的，大宝积经的大宝积经的金刚力士位是菩提留智翻译的啊。好，所以他这里讲啊，他说虚空无有边，佛功德一耳啊。那很明显就是啊，第一个记啊，第一个记诵啊。啊，就是如其虚空广大故，佛功德具亦复然。所以啊，假设这佛的功德就像虚空那么广大啊，所以你真的要量佛的身体啊，那么是没有办法啊量得到的。上过虚空界无量诸佛土，见四狮子身啊，四狮子就是释迦佛啊的意思了啊。这个狮子就跟我们老虎狮子狮子一样，早期的字都是这么写的，就是它没有犬字旁，后来都多了一个犬字旁啊。这个狮子啊，那四狮子就是佛的另外一个称呼，叫做四狮子啊。那就你要见佛身的意思了，就是你上过虚空界，很明显就是这个密集经里面的应时菩萨啊，应时菩萨要往上啊，然后到莲花上佛世界啊，也看不到。啊，这无量诸佛土啊，它是过百亿啊，百亿恒的沙佛国土。那么要看佛的身体还能不能看得见啊？
如故而不易啊，还是一样啊。那么佛身如金山，演出大光明啊，这讲到光明的部分。相好自庄严，犹如春花敷啊，就好像敷就是开了，好像春天的花，春天百花开嘛啊，那就是那么鲜艳了 啊， 啊，那么好看了 啊， 啊，其实是这样啊。好，那这个是有关于啊佛身的部分。好，再翻过来啊，我们翻过来。如佛身无量，好，那这里就讲到光明音响亦复无量啊，戒定慧等诸佛功德悉皆无量，如密基经中三密啊，生密、语密、意密啊。那么这个是密基经里面讲到三密啊。好，那么此中应广说啊，那这里广说就是要你要去看那个。看那个密基经里面了啊，那因为我们先把这个讲完啊，他讲到这个，我们可以看啊，因为他这里讲啊，说无量佛身无量啊，那么佛功德具啊，那基本上包括戒定慧解脱之见啊，那这里讲如其虚空无分量啊，这里少写一个字，如其虚空无分量佛色相等，就像虚空一样，顶相高广不能光，与彼虚空皆无异啊。那么佛身、佛色相、佛身、佛光明啊，佛光明啊，这里讲的佛光明、佛身、佛光明、佛音响啊，语密啊，那么心密啊，那么佛的慈悲啊，佛的智慧啊，大概他讲到这几点。